过年过年了，第一日上班去台南市议会上午举办着新春团拜，其中郭信良协同着过来为议员甲全体员工，先伫议会门口口来上香，祈求着来年会当来顺利平安。参拜。最后一家人嘛，伫议会大厅举行新春团拜，其中郭信良对着过去一冬几乎通过直接法案甲预算，都是各有几啊项创新做法甲活动举办，伊是表示着安慰。我们临时会也通过了很多的预算，那今年我们也办了很多的，去年一整年我办了很多的活动，将台南市议会活化，包括非常的接地气，我们叔叔的昨天工作非常的辛苦。啊，我们的环境也比漂亮的许多，也干净的许多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起来。至于讲新春期间碰碰应的武汉肺炎，二六过新娘是免得观感，做好着自我的健康管理，对也是唔免伤过恐慌。来坚守着位置，今年该更加拍拼为民众来服务。武汉肺炎呢，非常的让国人非常不安心。那我也希望。应该如果大家在这个办公室应该不会有那么的暴露在外面，不会那么的危险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随时注意这个动态，随时关心国人以及市民的健康。在新春团拜了，二六过新年嘛，伫现场发着红包，给所有员工甲媒体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南美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。